今天我们要介绍什么？不沾手的蜡笔，噔噔，它是无毒的。这是号称不沾手是吗？嗯，而且它很好握，因为它这旁边都有小颗粒，然后是三角形的，三角形的。虽然他说不沾手，不过还蛮会掉屑屑的，是不知道手上是怎样子。嗯，画喽。轻轻的出来了。好吧，至少比起粉笔来讲，它算不沾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比粉笔好画的。而且比粉笔好画的，色彩蛮鲜艳的。很好用，而且它是三角形，小朋友比较好用。然后也比较不容易滑下去。嗯，这是中空的吗？不是，是实心的。对，这是三角的蜡笔。嗯，摸起来还算柔顺。嗯，它外面这个颗粒感真的可以提高不少的那个握力。嗯，小朋友比较好握。一般都是圆的不舒服，这是特别做成三角的，让你可以方便的梳滑。Good， 这就是不沾手的蜡笔。拜喽。拜。